富士在2020年的时候推出了 XS10 这一条全新的产品线，属于试探性的发布吧。在经过了对这个市场两年多的浅尝之后，富士推出了它的第二代 XS20。可以很确定的是，这个产品线它的更新周期就是两年了，所以下一次再更新 XS30 那就是2025年的事儿了。目前 XS 这条产品线的定位方向呢，在之前第一代的基础之上，现在第二代也变得更为明确了，可以把它理解为和 XT30 那个系列它们是一个同级别的产品，价格也差不太多。但是这个 XS 系列无论是外形设计还是它的功能操作上，都要比 XT30 那个系列更加偏重于视频的拍摄。但是对于像我一样喜欢拍照多过于视频的小伙伴们，那么这台相机怎么样呢？毕竟拥有机身防抖也是 XS 这个系列比较吸引人的一个点吧。这一次呢，它还加入了多种的自动识别曝光模式，让它的操作更加的简单丝滑，很容易上手，真正实现了有手就行。后面呢，我有一些案例来给大家看一下，把参数都交给相机，让它来自动判断帮咱们拍照能拍出什么样的照片来。那无论您是第一次购买相机，还是准备买个体积小巧的背机，希望这个视频呢都可以提供给您一些购买的参考。本次视频内的样片呢，我会同时放出用相机直出的效果和我自己后期调色的效果，为不同拍摄习惯和喜好的小伙伴们提供一个更全方面的参考。由于 XS20 它的视频功能还挺强大的，并且在设置方面还有那么一点复杂，有好几个不同的模式，所以呢这个视频里边我会简单的说一下，但是呢之后我会把视频相关的菜单设置再单拎出来做一个教程，欢迎关注我的频道。大家好，我是 Eddy， 一名居住在纽约的旅行摄影师。我主要拍摄的题材呢是城市风光。以下的内容我会根据我自己平时的一些拍摄习惯和喜好来分享我在使用这台富士 XS20 的时候一些真实的感受。感谢富士中国提供了本次测试的样机。对了，您没听错，是富士中国不远万里给我空运过来这个样机进行测试，非常的感动。但是接下来即将要播放的这些内容呢，我保证除了我自己之外，屏幕前的您是第一个看到的。由于本次测试的时候使用的这是一台工程样机，可能会和您拿到手的消费版本略有差别，还请谅解，感谢大家的支持。熟悉我的小伙伴都知道，其实我很少一上来就去说价格。这一次咱们先说价格，不是为了让您死心啊，只是说阐明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富士 XS20 它比上一代999美金足足贵出了200美金。现在 XS20 标准售价为1299美金了。其实这不是富士第一次涨价的机型了，当年我印象中 XT3 到 XT4 发布的时候也是涨了200美金，但是那个时候是因为增加了机身防抖的模块，而 XS10 本身它就已经有机身防抖了呀。那么这200美金到底涨在哪儿了呢？或者说本次升级这个版本能不能说服钱包多掏出200块钱？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升级版的 XS20 到底值不值。首先电池升级了，我认为这是最值的一点。以前那个电池啊实在是太不经用了，包里要没有个三块五块的这个备用电池我都不敢出门，现在终于换成这个 W235 的大号电池了，这也和我手上其他的富士相机可以共享电池了。续航官方给出的数据是可以拍照750张，但实际上拍摄一天用下来的话，如果是照片视频都会拍一点的话，我大概拍了照片有500多张，视频素材在50个左右。当然这也会和咱们视频拍摄时候使用的格式有直接的关系，我用的就是它那个最普通的直出模式。还有呢，就是夜景长曝光的照片会更费电一点，但是总体来说续航感受确实比以前提升了不是一星半点的好。我手上一共就两块电池，下午出门
拍到晚上走走停停，就算是拍的比较勤一点吧，这两盘电池基本上就是用不完，所以备用电池咱们终于可以只买这么一块了。但是可气的是，现在买相机都不给充电器了，相机如果是插着线直接过夜的话，我感觉还是有点不那么让人放心。所以说买了这个备用电池，哎，您还别忘了再买这么一个双电池的充电器，这样呢就可以实现快速充电了，既安全又好使。即便是带有五轴防抖，还能保持它的机身重量很轻便，是 XS 这个系列的一大卖点。在它换了大电池之后，手柄的这个位置呢会稍微的厚了一点，让它的手持握感其实是要比上一代更好了，依旧是不用任何的背带，单手就能拿得稳稳当当的。它这个新电池变大之后也会加重了整体的重量，会有那么一点点小的增重，从415克增加到了现在的499克，但实际上拿在手里的感觉啊，还好，感觉不太到，仍然是属于一个比较轻便的机型。不得不说，体积小巧的镜头和 XS20 搭配起来，它的平衡感要更好，比较粗壮的那些镜头会有轻微的头重脚轻的感觉，特别是手大的小伙伴可能会觉得镜头与手柄之间的空间变小了，在握感上会略有不适。总之无论是从握感上还是您看这个视觉上， XS20 搭配比较轻巧的镜头，它的体验感会更好。在外观设计上和上一代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因为改变了电池仓嘛，所以它右侧肩部的布局会有轻微的调整，但是整体上来看呢，可以说就是和上一代是一模一样的。很多小伙伴说这个相机它不是很富士的风格，是因为这个 XS 系列它采用的是这个 PASM 的拨盘设计，那现在 XH 系列也是这个设计了，所以也就不怎么稀奇了。来说说我在使用当中的一些实际的感受和吐槽吧。当使用背带挂在脖子上的时候，这个后边的摇杆啊，它就会经常挂到衣服上，误碰到，不经意间就改变了对焦点的位置了。我再次举起来刚要拍的时候，就发现哎，这对焦点怎么跑到角落去了，所以我建议呢是在不拍摄的时候及时关闭相机。而且啊，这个相机如果一直开着不用的话，它也挺费电的，而且呢开久了就会发现机身会有那么一点发热，所以随手关机这个习惯看来是必须要养成了。这种翻转屏幕我在测试 XH2 的时候就吐槽过一次了，每次拍摄不停地翻出来让我觉得特别麻烦。拍视频确实非常好用，自拍呢也特别的方便，但是对拍照片的话感觉不是很友好，特别是低角度或者是仰拍的时候。那从这一点上来看，再次证明了这个 XS20 的设计它要更讨好视频用户。翻转屏幕的这个问题呢，就会让我更加倾向于使用它的眼取景器去拍摄了，省事儿嘛。但是它呢和富士其他几个机型是一样的，像 XT30 和 XT200 那些系列都是用的这款取景器面积比较小，没有眼罩的这款取景器，对戴眼镜的用户啊不是很友好，因为很难咱们再凑得更近了，而且撞眼镜片。单内存卡槽的设计，数据安全没有保障，让它不太适合接单干活。作为职业摄影师去提供服务，咱们当然是要给自己留个后路啊，多一层安全保障呢还是会要更安心一点的。当然数据卡错误呢其实并不是经常发生，但是还是有概率去发生的。常在河边走，怎么可能不遇到读卡器错误这个界面呢？哎，一旦发生啊，您先别着急，关机再开也许就好了。我之前就遇到过好几回，随着您用的次数越来越多，那么您遇到这个界面的几率呢也会提高。丢数据这个事儿吧，属于不怕一万只怕万分之一的幸运值，偏偏砸中了咱们自己，所以说接单的小伙伴们咱们多个心眼儿。相机拨盘上面这个 Vlog 模式是在富士所有的机型当中首次露面，
而且我猜测呀，它应该只会用在这个系列当中了。在这个模式下呢，它会默认使用当前镜头的最大光圈值，其他的参数曝光可以手动也可以自动调整。而且它这个自动模式拍摄效果呀，我觉得还行，挺好的，拍出来就可以自带这个胶片模拟的调色效果了，可以说是富士相机当中目前最适合拍摄 Vlog 的机型了。而且这里边有两个设置对拍摄 Vlog 特别的有帮助，人脸识别和产品优先，它是两个冲突的模式，只能选一个，打开了这个产品优先就不能再打开人脸识别了。这个功能对于博主来说呀，实在是太有用了。我测试了一下啊，无论是在屏幕的什么位置，只要我拿出这产品，对焦都会牢牢地锁定在产品上，而不会在人脸和产品之间不停地切换焦点了。当然，在不介绍产品的这些画面当中，咱们还是要切换回人脸识别模式，那它就会牢牢地锁定在咱们的脸上了，对焦效果呢，会更好一点。屏幕上就有这两个模式的快捷方式，哎，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下一次我在拍摄其他视频的时候，我会尝试用这个相机来给大家拍一期 Vlog， 看看它的效果怎么样。 Auto 模式可以说是一个超级自动化的模式，比原来的 P 档还要超级自动化。它不仅会自己去判断现在曝光该用什么样的参数，还会根据咱们构图当中的内容，相机决定该使用什么样的对焦模式。哎，我试验了一下，在街头拍摄，它会自动的识别到闯入画面里的行人和自行车，对街头抓拍提高了一些成功的几率，一下子它就从风景模式切换到了人像模式。还有呢，就是有鸟出现的画面里边，也是可以牢牢锁住对焦鸟或者是猫。这个模式可以说是对新手来说十分的有帮助，真正的实现了有手就能拍，也是目前富士相机当中唯一拥有这个功能模式的机型。咱不能说它每张照片都能领会我的用意，但是大多数的拍摄可以说都是比较轻松的驾驭了。您看这些照片都是相机自己设置自己拍的，按一下快门就完事儿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呢，在这个 Auto 模式下可以使用胶片模拟的效果，但是不可以自定义这些胶片的颜色效果了。菜单当中的这些选项呢都是灰色的，这也就意味着我平时分享那些胶片模拟的配方，在原有模拟的效果下，咱们想给它微调出一些不一样的效果，那您就没办法在这个 Auto 模式下面使用了。咱们觉得它加这个件不值，那就是因为传感器和上一代明明用的就是一样的2600万的 X-Trans 四代，用的就是咱从 XT3 那儿祖传下来的传感器，只不过就是加了个防抖。所以说在画质上，其实我呢没有对它有太多的期待，也就和以前拍的差不多吧。虽然说它肯定不如4000万像素的那块传感器，但毕竟呢我也是用这块传感器拍了有4年了吧，及格线我认为它还是达标的。在后期的过程当中呢，我发现哎，还真得稍微的夸一下，宽容度超出我的想象。在白天顶光的时候，在街道里边拍照，咱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您看拍出来这照片，街道建筑和人都挺好的，但是远处这个天空呢就会惨白一片。那如果咱们是从这个相机里边去看，甭管是直出还是怎么样，毫不犹豫就会觉得这估计是一张废片了，可能要不了。但是后期呢，在 Lightroom 里边我尝试恢复了一下，哎，效果出奇的好。您看原本这个惨白的天空啊，居然还给恢复出来蓝天白云了。虽然有很小的局部在建筑上还是很难去恢复的，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让我非常满意的。关于 APS-C 画幅的相机比较容易出噪点，这一点也不假，特别是在大光比的环境下，非常的考验相机的传感器，还有就是日落夜景的时候。但是在 AI 降噪如此发达的今天，我认为还是可以稍微的松口气的。
三年前我用富士 XT3 的时候，我都不敢这么自信，但是今天呢，我绝对可以自信的说，通过 Lightroom 自带的这个降噪功能，很轻松就可以让这些照片变得很干净了。实际上在画质方面呢，我认为和镜头的素质是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的，并且差别巨大。如果您对自己拍出来的这些照片不是很满意，我认为可以先尝试来换镜头，改变一下拍摄体验，相信在画质和拍摄上都能够有很大的改观。还有就是日落和夜景真的得用三脚架。虽然这个传感器是老的，一点没给咱升级，但是它的处理器升级到了最新的五代，处理的速度比以前要快了一倍，所以这理应在对焦和快速处理上能够做出非常大的改变。哎，确实如此。 XS20 它的这个连拍张数呢，有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机械快门每秒可以拍八张，在高速连拍的模式下呢，可以选择电子快门连拍十张，一共呢可以连拍341张的 RAW 格式。一秒连拍20张的话呢，它可以连续工作79张的 RAW。 电子快门可以拍到每秒30张，但是呢会有一个 1.25 倍的裁切，可以连拍88张的 RAW 和407张的 JPEG， 我认为还是比较的够用的。我测试了一下每秒20张的这个连拍，而且还是在晚上，街头环境也比较的杂乱，通过这个脸部的识别跟踪，抓拍成功几率我认为在50-60%左右吧。这类摄影题材其实是属于我拍摄的比较少的，在街头拍人的经验呢也不是特别多，所以在这方面呢，您可以把我看作是一个摄影小白。比如说我到这儿旅游来了，突然兴起想要拍点街头人文什么的，那这个结果我个人还是相当满意的。当然使用的镜头本身素质好坏对这个结果我认为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大光圈的定焦在夜晚的时候呢会有更好的发挥，这一点在对焦和追焦的效果上毋庸置疑。变焦镜头呢会稍显吃力，广角镜头或者说距离比较远的时候，那由于它的视野太广，收进来的内容会比较多，人物在画面当中占比呢又会显得比较的小，所以它会在识别判断上会比较的迟缓，成功率也会下降不少。当我们使用焦段比较长的长焦镜头的时候，那这个识别和对焦的速度的提升呢会显得比较的明显一点。在这个视频当中我使用的是 56.2 一代的这个镜头，我认为它的效果呢还是让我很满意的。富士 XS20 在整体的操作上，我认为它还是主打一个体积小，并且视频功能相对来讲很强大，很适合拍摄 Vlog。操作按键其实比较的少，好处是操作简单了，但是呢坏处就是对用惯了手动模式的人来说，没有了那些外部按键的快捷切换，每次都得进菜单里边去设置，很不适应。由于它的这个自动白平衡识别效果我认为还是非常靠谱的，所以我就把它这个机身上唯一一个快捷键设置成了对焦模式了。它的默认呢是白平衡的切换，所以呢现在用起来就顺手多了。以上呢就是我对富士 XS20 的短期体验感受，那之后的视频会继续对这台相机进行一个潜力的挖掘。感谢收看这一期的富士开小灶，我是艾迪。如果您也喜欢旅行和摄影，恰巧也有富士相机，欢迎关注我的频道，咱们一起玩摄影。